反正就是流芳百世了。你竟敢诅咒！诅咒我母后！若被上过，记得谢恩。孩子，过来。谢皇后娘娘掌过。我今天真的好高兴，因为我听到了一句真话。说吧，想要什么我赏你，告诉我。我要他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慢点啊！皇上，你做什么？为何要那女子？皇后说我可以。你要那女子何用啊？娶回家当老婆。我既然与她那个什么相亲了，我自然要娶她。我，皇上，你忘了你是个阉人吗？你都不能兴男女之事，你我不行，这件事情我要启禀母后，是你一时糊涂。啊，不行！为何不行？你根本有所不知，那宫女本是太子的人，昨晚你的表现已经让太子非常恼怒，现在你又当面索取，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她，我必须要她。你为什么要她？不过是个宫女，她不是一般的宫女。她是什么？他是赵宇的小姨子。你如何知道？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。太子对他真的很不好，你昨天也看到了，他满身都是伤，他要是再留下来肯定会死的。为什么会受伤？我不知道，他不肯说。啊，不是，他不敢说。殿下，我求求你，看在赵宇的份上，你救救他吧。而且我真的喜欢他，为了他我愿意以命相换。哎，小生竟不知还有这等妙事，若兰的妹妹竟然在宫中当差，这要是再结姻亲，岂不是亲上加亲？妙哉妙哉呀！妙，简直是大祸临头。秀才，我是让你去劝谏，不是让你去煽风点火。哎，是是是是，可是三弟，三皇子且去，小生自有主张。罢了，但此事万万不可。妹妹。妹妹，嘘，玉和妹妹，谁是你妹妹？小生赵宇，是你姐姐华若兰之夫，你可曾记得？哎，前尘往事不必细说，今日你我二人得以在宫中相见，实乃是缘分呐。这种缘分不要也罢，你认错人了。奴婢告退。哎，妹妹，你再动手动脚，我可要喊人了。哎，误会，误会。小点声。你我二人本是兄妹。兄妹？嗯。让我们说清楚，我和画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非认我做妹妹，好啊。妹妹，我求你一件事。啊。永远忘了我是谁，可以吗？这是为何呀？你不需要明白，记住就够。
哎，妹妹，啊，好，玉和姑娘，你不记得小生没有关系，可小生那结拜的兄弟花生，他对你可是爱慕情深，你可知？我不知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怎能口出恶言？他是我兄弟。你把他当兄弟？当然，生死与共。比我还可怜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我跟你无话可说。你要再纠缠我，我就到皇后那里告你非礼。哎，你这姑娘怎能如此无情啊？哎，我那兄弟花生哪点配不上你了？你若嫁与他，有他照顾，一世共享荣华富贵，岂不甚好啊？照顾？嗯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让他照顾。什么狗屁荣华，让他化若兰一个人去想吧。我。化若兰？这跟化若兰有何关系啊？你且听我说，我与花生呢，乃是结义的兄弟。你若嫁与他，你与若兰既是姐妹，又是妯娌，亲上加亲，岂不甚好？闭嘴！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他。我就算死在宫里，也不嫁。那个花生他是不知好歹，你居然还开口为他讨要。母后请息怒，他一介平民出身，本身就不懂什么礼数，还望母后千万息怒啊。我就是念他有功，才将玉盒赐给他一碗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竟沉溺女色。你说难道是母后错了吗？三弟，若此人当真如此，可不堪大用啊。我想他也是一时糊涂罢了。二哥你有所不知，这花生为人憨直，性子又朴实，当母后问他想要什么，他就真的罢了。你二哥说的是言之有理，这个世上实在是诱惑太多了，金钱女色皆是成功之大敌，你信他，自然觉得这个人有用。可是这样的人，他真的有用吗？母后，其实你不知道，这花生他根本就不能。哼，不能什么？儿臣知道了，不会好好教训他。若他再有非分之想，儿臣定将他治罪。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敢指名点姓的要我的女人，反正也是兄长您不要的吧？我猜定是杨俊的主意，他贪恋玉和美色，所以借机怂恿属下来讨。这点我倒是没想到。可是三弟应该不会吧？二弟，三弟不像你，他处处与我争风夺宠，凡是我有的他必定争夺。母后本就已厚爱于他，要不是因为长幼有序，恐怕连我这个太子之位他都要抢去啊。不不，兄长，这倒不至于。那即便三弟真的想，那太子之位岂能任人撼动啊？那是你二弟的想法，杨俊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无时无刻不在父皇母后面前力求表现，你不知道？那倒是。可要我的女人去嫁给一个杂役，这简直就是……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这件事情
好像确实有了几分这样的味道。要不然以堂堂皇子之尊，怎么会为一个杂役开口呢？我问你，母后意下如何？是不是任由杨巨胡来了？哎，兄长，这即便母后不想，他也不会当着面去反对三弟的。嗨，爱屋及乌嘛。三弟是他的儿子，我就不是了吗？三弟恃宠而骄，还想爬到我的头上来。他既然不念手足之情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哎，不可思议，老干，没想到贤弟你真是个痴情之人。哎，可惜我那七妹她无福消受啊。没有见到他，岂会见到？怕只怕，婢女还唯恐不及呢。可恶！若是再见不到，我就硬把他揪出来，不能让他再那么任性了。哎，贤弟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你可知擅闯后宫，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呀！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留在这里，也是个死。贤弟。我看你啊，是关心则乱。你瞪小声也没用。我且问你一句，你是想和他一起生，还是想和他一起死？你笨呐，废话。对呀、啊，可如果是你闯了祸，你们俩呀、啊，便只能到那阴司里再去做一对鸳鸯了。擅闯后宫，莫说是你，即便是那玉和。也要落个行为不端之罪。可他是皇后赐给我的，是他同意的。一夜而已嘛。一夜我也应该负责任呢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殿下，他不同意我就给他跪着不起来。哎，贤弟，切莫轻举妄动，事分轻重缓急。你可知三皇子他现在也是处境艰难，陛下对他不满，其兄弟也是虎视眈眈，你岂可在此时为一女子之事而为难于他？我没有，玉和他，你气死我了！你们谁也不懂啊！哎，贤弟，慢点，切莫鲁莽行事啊！女士啊，你的脸是？滚！给我滚出去！没用的东西，滚出去！奴婢告退。下去吧。何女士，你们先送过去吧。是。怎么，你做了亏心事，不敢看着我吗？是你不敢才对吧？真没想到，我在宫中这么多年，竟然会受了你的蒙蔽，相信了你。那都是你自己太笨，
怨得了谁呀？是啊，是我自作自受，才会落到如此境地。不过，我猜妹妹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吧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会葬身在何处呢？多谢姐姐，如今还这么惦记我。当然，只要女使在宫中一天，奴婢就会惦记着你，且日日为你祈祷的。那真是谢谢姐姐了。有朝一日，黛玉和荣华富贵之时，一定会来感谢你的。荣华富贵，我在宫中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舞妓会得到荣华富贵。没有那富贵命，就不要求金缕衣，小心会遭雷劈呀。倘若有一天玉和真的遭雷劈了，我一定记得拉上姐姐陪葬。哼，啊，听说太子最近很是厌恶于你呀。不过这也没什么，皇后娘娘不是将你赏赐给一个杂役过了一夜吗？这兴许啊是要抬举你了。姐姐呢，在这儿就恭喜你了。玉和女使啊，请你好自为之吧。玉和女使，奴婢见过殿下。殿下，此乃太子内侍。殿下，此举不妥吧？嗯。殿下无事，奴婢告退了。女使这些日子过得不好吗？有劳殿下费心，玉和一切都好。哎呦，这脸都这样了，这日子也叫过得好？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好，说得真好，玉和女使果然深明大义。只可惜啊，只可惜你用错了地方。殿下说的话，奴婢听不懂。听不懂就罢了，既然玉和女使如此坚贞，死到临头了都不怕，本王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愿女使你来世投个好人家，不用活得这么辛苦。告辞。殿下。奴婢愚钝，还请殿下明示。女使啊，你这真倒把本王给弄糊涂了。你可是太子宫中的女使，你跪我做甚？殿下，您等的不就是玉和这一跪吗？女使果然聪明啊，可你要记住，万万不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那就还得请殿下指点，省得奴婢自作聪明。那好，本王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近日来
我兄长太子对你确实不好，那他确实也怨不得他呀。玉和女使，你想想，他虽然贵为太子，可他毕竟是个男人，这普天之下哪个男人会喜欢被别人碰过的女人？我和他没什么。没什么。不过玉和女使，你这污名只怕是洗不掉了，母后对你的所作所为也是非常的不满意，这从今以后没了太子的垂青，母后的器重，你这小小的女使恐怕真的得当一辈子了，每日任人呼来唤去，小心翼翼，直到白发苍苍无人记起。请殿下指点。玉和，玉和愿为殿下赴汤蹈火。当真？快快请起。不但暗杀我柔然可汗，这样的羞辱不能忍受。虽然我柔然子民不喜征战，可耻辱只能用血来洗清。你们要战，我们就来。可恶的柔然人，好大的口气！开战之后才送战书，这分明是不把我大隋放在眼里。众爱卿可有良策？难道你们都惧怕那藩邦之敌不成？启禀父皇，如今我大隋疆域辽阔，兵强马壮，即便此刻柔然突然攻打我大隋，儿臣以为仅以驻扎在襄州的150,000大军即可将其击破，现在我方应立刻部署兵力，将其围而歼之，彻底铲除。包国公，你意下如何？回陛下，老臣以为太子所言不无道理，柔然蛮族骁勇善战，又多为骑兵，在平原上有力冲杀，说他们以一敌三也不为过，仅靠襄州守军恐难以抵御柔然大军，除非将长安布防军队北调。军队北调，那怎么可以？如果襄州失守，
长安城怎么办？谁来拱卫？广儿，你意下如何？啊，启禀父皇，广儿虽无对战经验，但儿臣却从兵书上看到，战若人面，欲观其境，必先察言观色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这如今柔然人以铁骨木的金印为借口，我们也仅仅接到了战书，其真实意图还不得而知啊。真实意图？敌军大兵压境，还要什么真实意图？莫不成让他们打到长安城下，再向他们问个清楚？哦，父皇说的极是，敢犯我大隋者必斩。启禀父皇，儿臣以为此战不可打。三弟，莫非你是怕了？未战先怯乃是行军大忌，亏你还在军中待过，难道任由蛮夷蹂躏边境，让我大隋子民跟着受苦受难吗？若当真战火重燃，那才真会让边境的百姓生灵涂炭。现如今柔然以金印为借口，我们何不将计就计，将其金印奉还，到时候再看他们还有何借口开战。你居心何在？父皇刚刚昭告天下，你是想让父皇在天下人面前失了威信吗？太子殿下，我认为此事与威信无关。那与何有关？难道让朕自毁诺言？启禀父皇，儿臣在边镇多次与柔然交战，柔然善战，如若两军当真开战，胜负实在难料。虽我大隋将士英勇无惧，但白白的牺牲流血，儿臣认为当免则免，如果真能和而不战，那岂不是够了？柔然人所提条件，有失我大隋威仪。陛下英明。父皇，三弟。至于战书，由唐爱卿起草，定要斩我大隋天威。微臣领旨。报国公。臣在。柔然人奸猾狡诈多变，朕命你即刻启程前往襄州，全权督办驻军防卫事宜，并速速回报。臣遵旨。兄长，禹州那里王四已经找到了画家，可是人不在，只有一个妇人在家。王四认为杨俊的部下石虎曾经到过这里，难道是被三皇子带走了？那个画这次连根毛都没剩下，我想是不是被杨金老贼干掉了？倒是这画室也许能够从他的身上找到点线索。先把人找到，派王四去，反正现在三皇子也自顾不暇。今日朝堂之上，皇上对他是非常不满，太子对他的仇视也是昭然若揭啊。不如正好趁此机会除掉他，等于断了杨坚一臂。杨俊小儿，他在军中守身的太长，对于你我都是不利的。皇上对他再不满，他身后的那个女人也不是你我现在可以招惹得起的。玉和，玉和，你脸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疼不疼？玉和参见大人。不要这个样子，我们从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从前很好的。
从前的事我都忘光了，不要再提了。还有，这里是后宫，请大人您自重。如果再这样逼我，我唯有死给你看。玉和，让开！有人来了。花都尉，花都尉还没听习惯这个称呼吧？参见殿下。不用了，你是大隋的有功之臣吗？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花都尉还是这么一个痴心的人。没有，我，殿下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打个招呼。这自古英雄爱美人也是人之常情，本王可以理解，只是本王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对玉和女史如此执着。没，真没有。末将对玉和视如亲妹，就是那个一见什么故，一见如故吧。对，没关系，一见如故也罢，一见钟情也好，这个都正常，本王都可以理解。只是可惜啊，如果是我三弟帮你们开口啊，这件事情还有的商量。不过，可能我三弟自有打算吧。啊，其实花都尉也不要想太多。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嘛。本王先走了。恭送殿下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我带回来的金印，出大事了。皇上，三皇子仍在外面等待面圣，他不肯离开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你若坚持己见，就退下吧。还不退下？父皇，儿臣还记得在幼时您曾教导过儿臣，您说避免战事，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，才是朝廷之根本。可现在您却为何如此坚持？此一时彼一时。父皇，就算是借口又如何？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，与柔然谈判。如果柔然一族仍旧坚持不肯罢休，我们再起兵讨伐，这在道义上也算是占了上风啊。俊儿，你真是让父皇失望了，竟然跟柔然讲道义，却逼着你父皇出尔反尔，一再退让，你居心何在？父皇，好了，此事不得再提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殿下，殿下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贤弟，莫要惊慌。还不惊慌？现在都要打仗了呀。还是因为你我带回来的金印啊。糟了糟了，本来还以为是大功，现在肯定是什么大祸了吧。我还想带玉和出宫，现在我要找什么理由去求皇后呢？贤弟，你怎么还不说也罢，不过功是功，过是过，既然陛下还没有松口，想必还是功大于过的。
哦，对，你知道柔然现在的可汗是谁吗？谁啊？铁拔圭。铁拔圭。黄老板。